五点呀！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听到的系列哦。等了要11个月啊，终于 come back，G I 的 come back，G I 的终于有 come back 啦。可是，怎么说？很伤心的就是苏俊没有在这个 come back 里面，but OK，我看那个Tomboy 的那个 teaser，哇，真的是很怎样讲啊？就是很就是感觉他们会很酷吧，就是很酷哎，就是很酷，就觉得很酷哦。然后有一种好像一个，你看到那个 MV teaser，第一个 MV teaser，真的好像一个一个电影的 teaser， 电影的 trailer 来的。So 然后后面是那个 teaser 后面就是后面八仔 Mion 那边这样走。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 Mion era 吧，我看那个 teaser 觉得可能会是 Mion era 吧。Anyway， 我们接下来去看这个 video 吧 ，Let's go。没错，就是在那个提子里面。video 录下来的时候啊，我去 send 那个东西给我朋友。OK， 怎么说呢？就是OK， 五 G 很大的变长。我看那个 teaser， 我看那个 teaser photo 是有点不认识
不是，就是谁来的？真的很大改变，无忌无忌，我真的是认不出他。And then the million，哇！然后我觉得很多每一个成员都棒。3G I-DLE，3G I-DLE，Let's go！我希望他们这首歌可以拿到很多比较很多 wins 啊！我忘记他们花有几个 win，but then 这一次一定要拿很多个 win。So 影片就到这里，来试试看，记得 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Stream Tomboy。There is soprano. There is alto. There is tenor. There's also a bass.